发现了一件惊奇的事情，领大家去看一看。看看我们在草地上，看看注意的草地上，看看都有什么。哇，发现一只像猪一样的老鼠，看看这个老鼠，看看它旁边的小树叶了吧。一般大老鼠也就是像这个树叶这么大，可是这个大老鼠看看比一般的老鼠能大将近20倍。看来这个老鼠啊是被果子狸咬死的，因为这么大的动物一般老鼠是伤害不了它的。看看哇，它的尾巴还被弄掉一块，这很蹊跷了哈，肯定是这被那个果子狸咬死的。这老鼠赶上猪了。